2024动作大片《饥饿燃爆全场》，谢苗搭档安志杰，两大实力派动作演员强强联手，打斗场面简直让人直呼卧槽。影片开场这女人就让人受不了，深沟学生考试只考了59分，找到教授想要诱惑她多给一分。教授，教授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。教授一听还有这等好事，立马带着妹子来到实验室，决定要好好给她补补课。可刚进屋，妹子就发现了个遍体鳞伤的妹子，下一秒就被教授按在窗户上，戴上项链吊挂在半空中。原来教授是个禽兽，殊不知此时实验室外面，妹子的老公伪装成清洁工闯了进来。工号是多少？老婆，你玩够了吗？原来这是两人计划好的绑架。教授看似是大学老师，真实身份却是贩毒集团的首席科学家。夫妻二人此行就是来逼问毒品制作公式，还没等问到所以然，就遭到了子弹的疯狂袭击。两人连忙找地方躲避，随后实验室被丢入了烟雾弹。安仔伪装成教授的样子，成功骗过敌人，来了一招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夫妻俩前后夹击，轻松消灭了所有敌人，最后还秀起了恩爱。老婆棒棒。几天后，警方查封一个制毒窝点，在里面发现了已经硬邦邦的教授，看来是被人挟持做秘密研究。缉毒队长金 Sir 赶到了现场，看见墙上的化学公式，二话不说拿起油漆就泼了上去。原来墙上是三代毒品的方程式，被人知道的话，任何人都可以制毒。看来这些公式是有人故意写在墙上的。刚回到警局，就收到一条匿名发送的贩毒视频，于是金 Sir 立马集合带队配枪前往。可刚进入码头，就被敌人发现，妹子拿出枪对着警车突突走。毒贩们更是将警车团团围住。金色此时已经来到了码头后门，安仔发现后穿戴防弹衣，不紧不慢地拉着小拖车，掀开帆布居然是个大杀器。警察被打得抱头鼠窜，一切恐惧来源于火力不足。金色此时已经顾不得其他，用钢管压住汽车油门冲向火力点，随后汽车爆胎漂移。金色一枪击中油箱，打爆汽车，将大杀器砸得粉碎。为了抓获毒贩，孤身一人深入追击。我老婆叫我回家吃饭。男人原本只想安静的吃一碗兰州拉面，可餐馆里却突然走进来一群人，顾客直接在菜单上写下一句话：警察办案，快点离开。服务员看见后便打算立刻下班，可这一幕早被安仔察觉到异常。坐下，高一个边。服务员坐下的位置正好挡住了警方狙击手的视野。就在现场气氛剑拔弩张之时，金警官，陪我吃一点吧。金色缓缓走进了餐厅，让手下全部离开，并交出了配枪。他走到安仔面前，要求放了服务员，自己代替人质缓缓坐下。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你跑不掉。现在只要我一侧头，你就没命了。那你就永远不知道真相。你能找到我，靠的是你自己吗？安仔将印有 logo 的毒品袋放在桌上，金色看着这个标识似曾相识。安仔还告诉他，这座城市中有个隐藏很深的贩毒组织。金色也对案件有所怀疑。此时手下一直在耳机中让他露出视频，可安仔一个飞刀就切断了耳麦。外面的手下害怕老大有危险，于是准备从后门进行突入，可没想到踢到了炸弹陷阱，爆炸声让两人针锋相对。安仔扬言没有自己的帮助，警察不可能抓到真正的毒枭，之后便扬长而去。金色回到警局，立刻上交了毒品报告。经过检验，之前查封的毒品有一半的生产日期超过一年，这必定是隐藏的贩毒集团所生产。然而局长却不想再生事端，便要求金 Sir 按照发言稿主持新闻发布，公布警方怀疑毒品是境外输入的。可现场出现一个记者来拆台，并当众拿出一个制毒视频，表明毒品的生产地就在本市。局长还想着蒙混过关，金 Sir 却站起来说出了事实，表示一定会将贩毒集团抓捕归案。另一边，安仔也有了新发现，在城市排污车上发现了贩毒组织的标志，看来贩毒集团已经渗透到了城市公职部门。此时市长打电话给警察局长，表明要主持一个毒品销毁大会，要求他把毒品安全的运送到现场。这么大量的毒品运送出去，这不明摆着让毒贩过来抢吗？然而局长却依旧无形无素，
组织了大批的警力运送补品，可刚开出去没多久，装满特警的车辆就被围堵拦截。局长发现后要求不要停车，只是让警局前来增援。之后运送的车辆进入了一个隧道，这里却被施工车拦去了道路。只见工人拿出排污管喷洒在警车上，当警察下车查看时，又一个工人手持电叉走了出来，用一个怪异的姿势进行放电，下车的警察全部被电晕了过去，就连局长都被电得外焦里嫩。工人打开货车门上去清点毒品，可没想到金色隐藏在车里，与工人展开了激烈的打斗，抢过敌人手中的电叉，断线的武器依旧电力十足，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。突然远处射来的子弹将他击倒，工人们纷纷冲了进去，而安仔却坐收渔翁之利，将装满毒品的货车开到了老巢。打开车门后，发现金 Sir 已经将工人全部撂倒，他自己也脱力昏迷了过去。等到他苏醒过来，发现被捆绑在椅子上，但安仔却为他松绑绳索。我想你加入你们。我，警察，你，罪犯。是啊，我们是不一样，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。为了能够让金 Sir 相信自己，我来脱衣服。他呢，曾经是龙王运毒的工具，一刀下去，不上到内脏，把毒品放进去，算是不是很完美？花了是我，我才不忍心让你受这么重的伤呢。好。下辈子。你胆子真大，这次来就是为了找龙王复仇。如果再不相信，就可以将毒品全部炸了。然而突然毒贩打来电话，他们抓住了金 Sir 的手下，让他带着毒品前来赎人。为了手下的安全，金 Sir 只好开着货车前往交易地点。这个金警官是傻子吧？看来我没选错。仪式之长玩的可真花，叫了好几个妹子玩斗地主，可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妹子缠丝手禁锢在了床上。原来市长宋帕才是地下贩毒组织的幕后黑手，组织的投资人邀请他尽快把警方查获的毒品运送过来，并且还送给他一个礼物。其中一个投资人抓住了抢劫毒品的安仔，然而却低估了他的武力值。只见安仔抢过骨头狠狠扎进胖子的心脏，看见这一幕也让市长慌了神。原来安仔这次是特地找市长报仇的。五年前宋帕炸死了海上渔船上的12名边防军，安仔侥幸逃脱，便誓死一定要让宋帕偿命，将会在他的脸上刻上洗不掉的徽章。气得市长拿起遥控器砸向电视。无所理事，不需要英雄。于是让人抓住了金 Sir 的手下，让他带着一货车毒品前来赎人。金 Sir 很快来到了这里，并悄悄按下了炸弹的遥控器。手下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毒贩为了厌恶，更是将毒品注射进了警察的身体。瞬间手下口吐白沫，浑身颤抖。看来这群毒贩还挺讲道理，立马放了金 Sir 和他的手下。就在这时，安仔的雇佣兵杀到了这里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火拼，车里的炸弹也发生了爆炸。而金 Sir 此时只想快点抢救手下，他将手下放置在水槽中，并加入了大量的冰块降低血液的浓度。然而他的身体状况依旧刻不容缓。当警察和救护车赶到时，手下已经没了声息，他自己也被特警抓了起来。警方将以收受毒贩贿赂协助犯罪等罪名将他关押了起来。就在接受审讯时，一个自称辩护律师的人来到这里，这个人正是安仔。他来这里想告诉金 Sir 已经找到了龙王的制毒工厂，就在城市下水道的污水厂。金 Sir 也知道龙王就是市长宋凯，现在毒品全部被炸没了，龙王肯定在工厂赶工，他的买方全部是黑，龙王一定会在工厂监督。安仔希望金 Sir 能够一起去一不断，金 Sir 最终答应了合作。女人开着车撞进了警察局，闪光弹烟雾弹不要钱的往外丢，安仔和金 Sir 也趁乱逃了出去。然而另一边的市长宋满果不其然的来到了下水道制毒工厂，亲自监督毒品的生产。突然警报声响起，原来是金 Sir 他们已经杀到了这里。两人一路拼杀进入了实验室，安仔想要杀了龙王报仇，却发现这个人是个替身，并且身上布满了炸弹。女人快速拉了安仔一把，企图用身体帮他抵挡爆炸。倒地的安仔看着死去的老公，脑海中闪过曾经的回忆，发誓一定要杀了龙王。而此时的龙王已经逃上了救生塔，用大杀器对所有人进行了扫射。就在他以为安全逃离时，安仔再一次找上了他，并在他的脸上刻上了标记。市长跳进河里才逃过一劫，最后却难逃被警察抓捕。安仔又潜入警察局，对市长一阵恐吓：十年做下蹊跷一番的罪，想得真美。这也让市长彻底怕，终于将所有知道的全部都招。贩毒集团的投资人也被一网打尽，龙王市长最终被判处死刑。而最后安仔居然是金色假扮的，原来之前的爆炸炸断了安仔的双腿，在临终之际委托金色，希望他能够将龙王抓捕归案。金警官，有时候往目的地的道路有很多条，可以是通缉犯为行走，也可以是警察黄明进，都靠你了，你自己选吧。